小猫多久可以吃猫粮？王倩，职业兽医师，犬猫皮肤病传染病专科医生。一般情况下，当猫咪年龄为40日以上，即可以开始喂猫粮。初次喂食猫粮，建议将猫粮用温开水泡软以后再喂食。喂食量需要参考猫咪的体重以及猫粮的推荐喂食量。幼猫的消化系统比较的脆弱，喂食量一定要合理，建议采取少量多餐的喂食方法，比如每日喂食4到5次。随着猫咪的年龄的增长，可以缓慢的过渡到直接喂食硬质猫粮。幼年时期的猫粮很容易因为食物原因而出现软便、腹泻等情况。在了解猫咪的健康情况以后，当猫咪出现上述症状时，可以先行喂食宠物的益生菌和白桃土等肠胃调理剂。喂食2到3日后，如果症状没有缓解，那么建议及时带宠物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。